其实从我离开排期镇的那一天，我就已经决定了。韩雪，嫁给我好吗？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就不要再让另一个人为你伤心憔悴了。等我们成亲以后啊，你得好好改改这毛病啊。我这就让人订两张头等舱的船票，你们随时可以离开。至于空月，我会想办法让他安静的走的。你都已经想好了？我只是不想看空月这样继续痛苦下去，离开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你真是个心思缜密的女孩。那么你自己呢？我，你们都走了，我就没什么牵挂了。反正就我一个人嘛，走到哪儿都行。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回日本吗？可以吗？只要你愿意，我会把你当自己的家人一样。对不起，我知道我这么做，也许你会恨我一辈子。但我真的不想让你这么痛苦下去了。这里的先生已经走了。走了？他什么时候走的？刚刚才走，好像是被一个叫格格的接走的。空月他怎么样？
医生说等上船就差不多醒了。也好，如果他清醒的话，我想我们走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嗯，走吧。空爷，空爷，原来空爷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上海，对不对？都已经这个时候了，他在不在对你还有什么意义吗？韩雪小姐，请你不要再纠缠空月了。既然你做不到为他放弃一切，就请你离开他吧。可是不管怎么样，不管做什么样的决定，我想让他亲口告诉我。空爷不想见你，你还是回去吧。我们要回日本了，以后也不会再回来了。你自己保重。二小姐，你怎么了？没事吧？没事，就想休息一会儿。二小姐，是不是空月少爷出什么事儿了？我今天见到空月了。是吗？他现在已经走了，他回日本了。回日本了？我本来想跟他解释清楚，可是他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怎么会这样呢？空月少爷那么喜欢你，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出来的呀。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呢？我想他可能是累了，要放弃了。以前他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没有好好对他。其实我心里是在乎他的，可是我就是不愿意承认。可现在他死心了，离开了，我才觉得我已经习惯他在我身边，
我已经离不开他了。可现在什么都晚了。二小姐，别太伤心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该珍惜的时候没有珍惜，到最后就只能自己后悔。但还能怎么办呢？总得往前看，是不是？二小姐，不管怎么样，你还有我们呀，日子总能过下去的。不是还有知秋少爷吗？他不是一直陪着你吗？不一样。对于我来说，知秋哥，他只是一个亲人，一个哥哥，他代替不了空月。老爷。风败俗，你演一个戏子到闺房，传出去，我们薛家还有个什么脸面？脸面？什么脸面？我老公丢下我跑了，我克死了自己的公公，我在这镇上还有什么脸面？现在呀，我什么都不管了，我就图个高兴。混账话！你不怕别人吐气？我还有这张老脸呢。得了吧，你呀就要装大善人大恩人，养个仇家的女儿，结果呢，她差一点把咱们徐家的产业给搞垮了。要是我，我早就把她给掐死了。哼，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别以为她一时得势就可以称霸善行，要搞垮他，我有的是办法。什么办法？就看你肯不肯配合我了。只要能让韩雪死，让我做什么我都敢。一有消息，我就会通知你上宫的。好的，谢谢大哥。好。我看那个小伙子挺不错的，够机灵，口才又好，当个什么跑街先生的，给咱们自己的铺子拉拉生意，应该没问题。叶少爷，咱们做善庄的跟做绸缎庄不一样，选伙计自然也就不一样了。第一，人必须得肯干；第二，人必须得老实，这样的伙计才能做得好，做得长啊。我看那倒未必吧。叶少爷，咱们是凭本事吃饭，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兴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你们这儿还招人吗？啊，招啊！你怎么称呼？叫我大头就成了。以前在山庄干过吗？干过，在树林记做过三年学徒。那怎么就不干了？人家说上海遍地是黄金，我也想谋个好前程，所以就来了。这儿可比不上书联记啊，这儿只是一个刚开张的小善庄，待遇呢也不会太好，你可别嫌弃。只要您肯要我，我就感激不尽了，还敢提什么嫌弃？在我们这儿可得能吃苦耐劳啊。我没别的啥本事，就一身的力气，您让我干啥我就干啥。那就先试试吧。谢谢，谢谢。知秋哥，
这么晚找我有事吗？韩雪，我知道，这些年你和我都因情势所逼，做了一些不得已的选择。可是我对你的心一直都没有变过。你找我就是来说这些的吗？我不想听。哎哎，韩雪，我仔细想过了。 你对锦上空月只是一时糊涂，这些年你一个人漂泊在外，吃了不少苦，是得有个人依靠。况且，锦上空月从一开始就对你死缠烂打，所以你一时被他迷了心窍也是有情可原。可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要再提起了。我们俩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好了。 这些日子我在善庄里边都已经仔细看了，大有可为。而你一个女人家成日里抛头露面，有失体统。再说，杨一山和杜鹃终究是下人，靠不住。以后啊，你就把善庄里边的事情交给我，而你就安安心心的在膳房里面做好你的扇子就好了。志秋哥，杨大哥跟杜鹃对于我来说就像亲人一样，我从来没把他们当过下人。 也不会去怀疑他们，请你不要这么说。你呀你，还是这个脾气，谁都相信你最应该信的人是我。我当然信你了。你对我来说，就像亲哥哥一样。嗯。我们从小一块长大，彼此都很了解对方。韩雪，我不要做你的哥哥。 我要做你的丈夫，志秋哥，我们再也不可能在一起了。为什么不可能？你未嫁，我和如曼的婚约随时都可以解决，为什么不可能？难道你不喜欢我了吗？你不是很想嫁给我的吗？ 人是会变的，时间会改变一切。经历了那么多事儿，现在我终于明白，其实我爱的是空月。 这次我是来错了。哎，等会儿，志秋哥，你别走。虽然我们不能在一起了，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做善庄的掌柜。我相信杨大哥跟杜鹃，他们不会反对的。 这个匣子交给你，这是我们善庄的根本，是所有扇子的制作工艺。从最普通的白纸扇，到刚刚得奖的黑纸扇，所有的工艺配方，全在这儿了。你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我？因为我信任你。 掌柜，这么晚还不睡啊？别这么叫我，我不是什么掌柜的。您心情不好？管你屁事啊！您心情不好，陪您唠唠嗑。
反正我也睡不着。我说你给我走开，让我自己清静清静。我再陪您坐会儿吧。我送您回去啊。用不着你管。哦。知秋少爷，这么晚还没睡啊？韩雪，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放心，我会证明给你看，我不是一无是处。你闪掉了。你有没有觉得知秋少爷这次来跟以前变得不太一样了？可能是生活过得不如意呗，人总是会变的嘛。我总觉得不太好，可是我又说不上哪儿不好。算了，别想那么多了。二小姐现在心情这么不好，咱就别添乱了，顺其自然吧。哎呀，也只能这样了。你怎么能自作主张把白家那订单的扇面给换了呢？白家订单是西湖十景，你选的扇面根本不合适，工人做了几批都毁了，这当工期不说，还浪费东家钱，不得已我才换的卷面。你懂什么呀你？啊，这山庄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主了？交货的时候如果出了纰漏，你担得起吗？要是不换卷面出了纰漏，你担得起吗？这是什么态度啊？啊，你不过是个善工，竟然敢跟我顶嘴，我说错了吗？行了，你别干了，马上去账房结账走人啊！我是林小姐和杨掌柜请的人，要辞也是他们辞我，你没资格。看什么看？干活。你说说看，我该不该辞了他？叶少爷，话不能这么讲啊！他换卷面的事儿告诉过我的，而且这事儿二小姐也是知道的呀。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们就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呗？卷面的事儿是我定的，你们如果要有意见的话，可以告诉我。轮得着让一个善工来做主吗？叶少爷，张师傅是几十年的老善工了，比我跟二小姐都有经验。再说了，咱们是请了他好几次，他才肯出山的。一般他的建议不会错的，真的。那就是我错了。你看，你这不误会了吗？叶少爷，二小姐让你找事儿，铺子里的事儿当然得尊重你的意见啊。好，那就把他给辞了。哎呦，叶少爷不能辞啊！不是他走，就是我走。叶少爷，你跟张大爷谁都不可以走。张大爷就是这个脾气，他向来都是认理不认人。再说，是你把卷面选错了，他是为了善庄考虑，把卷面换了，错在你不在他。知秋哥，以前你不是教过我吗？做事情得一碗水端平，认理不认亲。那现在，你是不是也应该这么做呢？叶先生，你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啊？喝闷酒对身体不好，少喝点又能怎么样？身体不好又能怎么样？我可不能看您这样。我知道你在铺子里过得也不舒坦，就算我笨，什么都不懂，也看出来了。您不能这样。看出什么来了？我什么都没看出来，
你说是吧？不说的话就把这瓶酒干了吧。啊，我可不沉，您先误工了，杨大哥他要骂我的。怕他干什么呀？他不过是个下人，我可不能和您比呀。就说今儿卷面的事儿，落在我身上，保准卷不盖过人。若真是你，杨大哥他也不能怎么样，您就别为难我了。你看看，这铺子里边是杨医生说了算是。那倒也不是。我告诉你，我不想跟他争，是因为他不配。你喝醉了，我扶你回去吧。我不回去。金少，没事儿。我跟你说。谁都不能相信。是是是，都是背后捅你刀子的，没一个好人，全都不是人。叶少爷，你喝那么醉，回去他们又该在背后说你了。我才不怕呢，让他们说去，我不在乎。现在时间还早，要不我带你去玩玩。玩？对啊。好啊。在你这儿，昨天的万商的事情你都记不得了，看来你真的是喝多了。牛哥，来，请来喝点清骨汤。不知羞耻。知秋哥，哎，你别生气呀，知秋哥。我知道是我错了，你原谅我，我这次来就是给你专门道歉来了，请你回家的。回家？我还有家吗？难道你忘了你们徐家把我们叶家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全都给吞光了吗？知秋哥，你也别这么说，以后我们徐家不迟早都是你的。知秋哥，知秋哥，你听我说，知秋哥，你别走，你听我说。我爹说了，只要你肯回家，以后我们徐家就交给你当家，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都听你的。徐仁曼，我不想知道你和你爹给我布的什么局。如果你真的想为我好的话，咱们就干干脆脆的把婚离了。不，我不离婚。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吗？从成亲的那天起，你就打心眼里看不上我。知秋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从一开始你就接受我，咱俩好好过日子的话，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知秋哥，你知道吗？我从小就特别喜欢你，每回你来我家，我都特别高兴。虽然我知道你不是来找我的，可是我还是天天盼着你来。当我知道你要娶的人不是我时，我想死的心都有了。可是老天有眼，我最终还是嫁给你了。我发誓，我要好好伺候你，好好伺候你爹，做一个贤妻良母。
夜守空房，我的心也一点一点的变冷。我好不容易嫁给了你，我却得不到你的心，你心里只有林寒雪。就算是你以为他死了，你心里也只会想着他。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儿，别把寒雪扯进来了。你还护着他？如果不是他，我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我什么都能忍，可是这个我不能忍。你是我的，是我先喜欢上你的，他凭什么跟我抢？所以你才要害他，所以你才要拆散我们，是吗？不是，不是，不是，我要拆散你们，都是我爹。够了，你回去告诉你爹，别再费心思了。徐家的，我恨你们。你还要去找那个贱丫头吗？我告诉你，她心里早就有别人了，就死得了心吗？只要回徐家才是你的前途。实话告诉我，你跟徐家到底什么关系？谁？你说的是谁？我不明白啊。你别在这跟我装傻啊！昨天晚上你怎么会把我带到徐如曼那儿去？哎呦，天地良心呀！昨天晚上你喝醉了，我本来想把你背回来的，结果来了个女的，还带了几个家丁，说是你老家来的人。哎，我还问你是不是呢，你点头了，我才把你交给他们的呀。真的是这样？这还有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别问了，没什么事儿。菊秋哥，哎，昨天晚上不准提啊。林掌柜啊，我正和叶少爷提起你到处找他呢。哦，你找我？是啊，昨天你赌气跑了，一宿都没回来。我去大头那儿了，在他那儿喝了点酒，喝醉了，就睡在他那儿。是啊。没事就好。啊，对了，昨天张师傅的事儿，我寒雪，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啊。我去柜上看看。林掌柜，那没事，我也去忙了。您慢走啊。你还来干什么呀？有完没完？我好不容易来趟上海，得来看看林寒雪开的铺子，怎么不欢迎啊？至于你吗？我们是不欢迎，赶紧回去吧。啊，哟，我倒没听说过这做生意还有赶客人的。哎，你以为多么了不起的铺子呢？就这寒酸药，还想跟我们多宝阁一比高下？你也太不自量力了吧！徐如曼，你别太过分啊！知秋哥，没事儿，让我们俩好好聊聊吧。姐，这么长时间不见，你过得好吗？别叫我姐，我没有你这样的妹妹。这到底是怎么了？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让你对我产生这么大的变化。也许是因为以前我说过什么，或者做过什么伤害到你了，那现在我给你道歉。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有什么资格伤害我？你以为从小爹疼你，知秋哥喜欢你，家里仆人向着你，我就会心里难受吗？我告诉你，我才是徐家的大小姐，我才是我爹唯一的女儿。比起
起你这个野丫头来，我幸福得多。我不会把你放在眼里的。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你和以前完全不一样。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我吗？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你认识的那个徐如曼已经死了，我讨厌那个徐如曼，做事唯唯诺诺，不敢爱不敢恨，根本就是个没用的废物。可是我觉得你现在并不快乐。什么是快乐？有权有势才是快乐，看你落魄倒霉才是快乐。你就这么恨我？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伤害你。如果现在能让我为你做点什么，来弥补这些伤害，你可以告诉我。你别以为你惺惺作态，我就会心软。林寒雪，要不是因为你，我爹不会时时看我不顺眼，知秋更不会嫌弃我、厌恶我，我会是个好女儿、好妻子。可是就是因为你，我徐如曼落到今天的这个地步。我告诉你，林寒雪。我受的委屈，我会一分一毫的都讨回来。哎，等等！不管我跟徐宝堂有多大的怨恨，但都与你无关。我始终希望我们还是好姐妹。好姐妹？你觉得我们现在能做好姐妹吗？我不用再说了。给我记住，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后悔的。秋哥，我看你没有吃晚饭，所以有点担心。我没事儿。你还在为如曼的事生气呢？没有，我只是觉得他变了，变得很可怜。可怜？你还没有看到他泼妇的样子，在他身边的人才可怜。可是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我记得他小的时候，就连大声说话都会脸红。他对每一个人都是和和气气的。可是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带着恨意。你为什么要同情他？你别忘了。是徐家把你害得家破人亡，我没忘。我恨徐宝堂，可这和如曼没有关系。那你和我的事情呢？如果不是他的话，徐宝堂就不会想出李代桃僵的事情，我们就不会分开。也许我们现在就已经是夫妻了，
我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活得这么痛苦，这么窝囊。难道这一切不是他的错吗？可这一切不完全是他一个人的错。既然你们已经是夫妻，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的过日子？为什么一定要互相折磨？如果不是这样，我相信他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的意思是说是我的错了，是我害了他，是我把他变疯变坏变得这么恶毒，是吗？那我得到什么好处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一看到他，心里不免觉得有些伤感。那你有没有为我想过？我没了家，没了爹，连祖上传下来的产业都被徐家给坑了。你在同情那条毒蛇的同时，有没有为我伤心过？我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不是以前的叶知秋了，所以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错的。知秋哥，我好了，我不想听了。